行，什么时候到的？啊？怎么都不提前告诉我？万一我没接到电话怎么办？那没关系啊。嗯，我这次回来呢，主要是收房，其次才是小别胜新嘛。嗯，放下。快点。景琛，嗯，我们今天晚上住这儿好不好？ 这什么都没有，你也不怕冻感冒了？我这不是刚收房，心里激动吗？我们就住一晚上，就当是留个纪念，好不好嘛？当然只有今晚，装修好之前，你想都别想。嗯。